这事儿永远都真皮沙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他问是真皮沙发吗？天空是无用，你是真的皮。打石头人基本上就是给我发育的，他的消耗对我来说是无效的，因为我能疯狂吸血，吸血，吸血。我的 Q 不想浪费在他的身上，要 Q 小兵。你为什么这么强势？你告诉我，你跟谁学的？你跟谁学的？你带的是点燃，我分两套跟你打，你怎么办？我吸血，吸血。吸血，吸血 ，Q 的多，吸的多。他带的是点燃，他想硬跟我打，他当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早已经看到了。这要是被石头人杀呢，真的就是麻瓜了。那就不要玩狗头了，那就是睿智了。狗头最喜欢打那种没有回复的英雄，啊不是，石头人啊，他的彗星加 Q， 但我恢复巨强 ，Q 这个12点，现在是21 ，Q 完33，等一下，出货，前期疯狂堆 CD。20分钟一般能达到500多，很轻松。哎呀，不 Q 你不行，我靠，他老是烧我，你烧也烧不动。队友要来帮我抓，很好。我没有学枯萎。好，他死了，不烧了吧？哎，对了，艾塔。其实我想闪现来一个科比，因为我把人杀掉也是加12点，但是我怕皇子会骂我。我闪现 Q 是12点的，打英雄加的非常多，巨多。想了一下，算了，没必要。这个炮车一定要 Q， 炮车是一定要 Q 的，一个炮车等于4个小兵。这 Q 到20分钟就是爸爸。回家，先出耀光，捡 CD， 踢过来，现在10的 CD。我没有点45CD 那个，亏了。但影响不大。现在这个内测是只能被我蹂躏啊。一个 Q 附带耀光，150、260、300多。一个 Q 打了300多，他轮胎滚我没用，吸血。吸血，但是我尽量不 Q 他，我尽量 Q 兵，因为我 Q 他只能起到一个压他的效果，但对我的发育来讲没什么太多的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这个人啊，就出屌三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到没有？你以为我打不过？地皮，你有点燃，我就虚你吗？算了，他有点燃，我还是柔一点。我现在开始，我要把他打回家。不然他老是打我，他觉得我打不过他。你从现在开始只要上前就是一拐走，不跟你多逼逼，耗你。你只要上前就锤你。耗你。守候了数个世纪，
他这个搞不清楚情况。我只能说他搞不清楚情况。一拐找，一拐找十二点，他真的是这么我狗头啊，你石头人你怎么打回家 OK。 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，来个茄子，来一个这个东西，哇，二十 CD， 这把他们双 AP 啊，三 AP， 我出绿甲超划算，二十加超燃三十，我先减出减 CD 的这两个二十，让我的 Q 只有四秒，灵魂痛惜，马老师，请叫我港 C。请叫我港 C 好吧，不要叫我马老师。把炮车 Q 了，我就要 Q 他了。好，一拐找平 A， 平 A， 两拐找到底谁先跑？我看到底谁先跑。三拐找，你不皮了啊？你非要硬刚一下，看看谁的伤害高。打回家，像这个人必须要把他打回家，不然他老是掏你。好他，港 C， 我在你真皮网咖，可以。度万年如一日，真皮网咖网管小姐姐，你可以跟他探讨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十二点是描绘着未来的光。好，他终于不皮了。感谢你妈子真美的飞机。昨天统计了一下你的红包啊，这两天就会发到。打个折，你可以问网管小姐姐，不要问我。网管小姐姐给你打就打。十比二，他回家了，没回家，继续 Q， 每一个炮车刺到就行了，一般十分钟在两百左右，啊，这个发育就很良好，哇，十二比二。炮车，炮车是必须要 Q 的。GG， 掉锤。十二点，两百二。这个发育谁顶得住啊？我靠，优势太大了吧！你们每一次都在开玩笑说偷鼠标垫，偷这个偷那个，现在我网吧很多鼠标垫耳机都被偷，好烦，真的不能老是开这个玩笑。但很多人他把耳机偷了之后他再把寄回来，他把鼠标偷了之后他再把送回来，你说这个小青年他是怎么想的，无法理解。上来就敲你，他现在轮胎对我无效，我已经免疫他的伤害了，不够吸的，我已经成长起来了，二百四十五，
242。感谢大皮颜子一拐走，一拐走。哎呀，哇，伤得一，狗头来了，他来了，没关系。我 Q 你吃不消的，你真的吃不消的。一拐走你就知道什么叫输出了。一拐走吸血12点，一拐走吸血，一拐走。行，搞死我一波。你让我好好的发育一下不行吗？啊，280。这石头人居然混了一个头，他混起来了。9级。各位同学到我网吧上网，请不要偷我网吧店的任何东西，好吧，否则的话网管小姐姐可能会报警把你抓起来，你就知道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了。偷东西是犯法的，明白吗？是犯法的，不能做这种事情。来找其垂死的星辰 Q 炮车303 30CD 了，很舒服。现在脆皮给我 Q 一下，直接2/3。偷网管小姐姐，嗯，那是你本事。主位，哇，三个人，哇，这个多捞啊！石乐志，他石乐志。你们这三个人加不要吗？石乐志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我都已经消失了30秒了，他回我一个你是跑不掉的。乖乖没的了，我谈他跟我搞一句我是跑不掉的。兄弟，你跟我在一个频道上吗？啊，你跟我在不在一个游戏里面？你这个打字速度慢的吗？我都从你这个打字速度，我就能够给你一个定位了。你段位超过不了黄金，你太慢了。我都已经躲起来30秒了，他跟我搞一句你是跑不掉的，太恐怖了呀！感谢老迷弟的三个飞机，谢谢。马老师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这位，几个人？哦，哦，他给我杀？我有多爱你，就有多少柔情。我以为你是爱我的，这小青年，我都不。你在表达什么？你想表达什么？感觉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。我以为你是爱我的，结果你忍心杀我。
他想表达什么？我不懂。我的正方形大爷现在是无敌的。Solo 来上路。哎呦，他跟我 Solo， 一个 Q 就把他敲翻了，还 Solo。Solo，Solo， 啊 ，Solo， 你不 Solo 啊？啊 ，Solo， 这怎么 Solo？ 你看到？来 Solo， 感谢大皮燕子的飞机。你说怎么 Solo 吧？420，17分钟420。我要取关。你自己跑上来的，你又要取关，你说你怎么有什么办法啊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自己要上来跟我 solo， 打不过我，然后要取关。哦，炮车，可到456，马上500。吃野怪也是12点，吃 buff 人头都是12点，炮车，但我觉得他应该把小兵改成4点，小兵3点还是有点少。为了你，我下了个洞。马老师，你能挂金吗？我挂金你们也赢不了，我挂金你也赢不了。我现在这个抗打能力不是一般的强，一拐倒，一拐倒。Q 我没用的，吸血，吸血，一拐倒，这无畏，你看看我这吸血能力，一拐倒没的了。你以为？哇，这谁打得动啊？501，19分钟501，太恐怖了！绿甲再把它做出来 ，TP 直接去上路，再来个板甲，12点，516。拆家巨快，这事儿516，像这种就属于完美发育。在一般的路人局里面，打到这种发育的狗头，中期无解，但后期还是不行，中期是无解的。开大1秒钟一个 Q。偷家就行了，偷家就行了，一拐走，跑得又快，你看这一速，等一下给你送火箭，就凭你这句话嘛，我就不杀你了呀。你这句话我不杀你了，573，就没有破晓。嗯，红 buff 12点，这红 buff 也把它 Q 掉，588，这个要把它 Q 掉。600，609，老师，我要给你生儿子，你也别杀我。
你为何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你要是在我旁边说这样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这个东西，在你头上，头天灵盖跳起来，跳起来一下。哎呦，没敲到！627。你不带我，我就取关。他觉得他这样跟我说有效果。他想用这种形式来感受到对他的关爱。对不起，拜拜，溜了。恐怖的一，这一场小青年太恐怖。我靠，换个区，这个咋都知道呢？是不是我这个 ID 经常用？